各位大家好，晚安，阿弥陀佛。首先，我先讲几句话，我们才开始共修，听得到哈？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是上个星期才离开新加坡，今天就回来了。有同友写跟我说 ，Welcome back to Singapore， 而且 back 还画了一个冒号。谢谢大家的真诚。首先很感谢净明佛学社的吴主席，还有这个徐秘书长，还有感谢各位诸山长老法师跟各位莲友，各位新朋友、老朋友，还有小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那我今天来这里我有一点惊讶，这么多人，很多很多人，听说拿票就拿了1500张到1800张。那我想这个不是我的功德力，是应该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看得到幻灯片吗？有看到吗？第一张有看到吗？显密圆通的大悲观世音菩萨。好，那在讲经之前呢，我今天照惯例，因为是第一天，所以我会先带大家共修，然后静坐5分钟。所以请所有明天来的莲友，你要记得带一条念珠，这是你的成佛资粮。明天开始我会教你静坐与念佛，念观音菩萨或六字大明咒。那今天呢，这个讲座我是非常的高兴啊，请看幻灯片，题目请看各位的讲义。阿弥陀佛，请看各位的讲义第一页，显密圆通的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概在今年3、4月呢，我来了一边讲了阿弥陀佛48大愿，我很欢喜。现在介绍西方三圣的大悲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呢很特别，所以我的题目叫显密圆通。我会用大乘以及金刚乘的方法来介绍，所以主讲者是我。那从今天开始有连续的6天。先看幻灯片，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功德无量到呢诸佛菩萨都很难赞叹说尽，也就是说不可能请新弘法师6天就把观音菩萨的功德讲尽，那这样子的话观世音菩萨就太渺小了。事实上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是浩瀚如虚空，深彻如大海。在这部经《大乘庄严宝王经》里面说，所有的诸佛一起坐在一起每天每天从早到晚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都讲不完。所以观音菩萨的功德是无量，诸佛也赞叹他的功德是讲不尽的。那我呢，既然讲不尽，那当然就不太可能完全都讲完，但是我会很用心的。所以为了这个讲座呢，我念了2个月的大悲神咒，我一天呢这样子 computer monk 要打电脑要打10几个小时，可是我心中呢就念 Om Mani Padme Hum， 就像刚才你听到了这边 CD 一样，我连晚上做梦的时候都梦到呢我在念六字大明咒。所以我只能说我真的很用心的用了2个月的时间整理了这68页的讲义，希望你好好珍惜。原因是谢谢这个吴主席的提请，从古至今没有人为这部经做过科判。大家都知道六字大明咒很好，西藏的仁波切也会教你念六字大明咒，可是让我很讶异的是中国没有人为这个做过科判，也没有人为六字大明咒做过注解。当然有很多的原因，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观音法门的经论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可能都知道普门品、楞严经、耳根圆通章、华严经、观自在章，所以我觉得呢这是我的很高的荣幸，
我愿意发愿呢，为各位做了科判。好，我先讲到这里，那请各位合掌，我们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跟我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继续看幻灯片。所以为了这个讲座呢，你看我脸上都长了很多青春痘了。那这部经非常的殊胜，它一共有四卷，那我今天编到了讲义编一卷，所以可能每半年就会来净明佛学社把它全部的讲完，所以也感恩大会共圆了很多的人会全程的录影，相信这一套呢 DVD 将来会利益等虚空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好，那讲座的时间是从今天开始到28，每一天是对不起，我当时被通知是8点啊，没关系，那你们就7:45进场，因为人很多。然后 Part 1讲完，然后会继续讲 Part 2。主办单位是新加坡的净明佛学社，协办单位是商业经社，因为有很多的学生日以继夜也在帮我打讲义。好，那现在请看幻灯片，也请大家翻开讲义第一页。今天我会带大家共修，是你从来没有念过的。今天的共修呢，我不会打木鱼，我会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念什么呢？念《华严经》善财童子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那为了顾及到有些老菩萨，还有些莲友是从印度尼西亚或是马来西亚来的，所以我也打了汉语拼音，这是我请一个学生做的。所以今天、明天、后天3天先用念的，因为你们从来没念过，待会要很专注，不要念错。我念一句，你会跟着念一句。到了第4天以后，我就会打木鱼，就像你们喜欢诵经一样，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好，请看幻灯片，这张是台湾应顺法师的福严佛学院的大殿，是由杨英峰居士雕依敦煌的云冈石窟的风格而雕的华严三圣，非常非常的庄严。他一生呢也只做过一次，现在是在台湾福严佛学院。在华严会上有很多很多的菩萨，很多的菩萨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以现在世俗话来讲的话，十方排行榜第一名的是谁呢？大悲观世音菩萨。所以今天这么多人，其实不是我的功德力，是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我自己虽然念阿弥陀佛，事实上我们家呢全家人也念观世音菩萨，尤其我的母亲，老菩萨很难度，还有一个绰号叫做不动明王，如如不动，很难度。度到现在我出家今年21年了，最近几年他很认真的念 Om Mani Padme Hum， 他很喜欢念观世音菩萨，可是他不太喜欢念阿弥陀佛，因为他希望活到120岁。可见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呢，在十方排行榜真的是第一名的。好，请看下一张幻灯片，这张幻灯片是什么呢？猜一猜右下角的是谁？一个小朋友，小妹妹，你猜得出来吗？这是谁？善财童子。哦，掌声鼓励一下，哇，他很聪明哦。没错，这是善财童子，53餐里面第一餐文殊师利菩萨。假如我们譬喻做一座山的话呢，第一位呢他遇到的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是他的老师，后面我还会讲。他参访了很多很多的善知识，到了山的最高顶，他遇到的是谁呢？等一切众生回向，编号是第27，是大悲观世音菩萨。这时候呢，他观世音菩萨为他说法，那善财童子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这张壁画是北京法源寺的壁画。
好，现在呢是科技非常的方便。以前我记得我听经的时候啊，讲阿弥陀经啊，我们听我们师父啊或老和尚讲，微风吹动七宝行树，他头这样摇了半天，我想是什么样子呢？哎，算了吧，不用想了，回家就睡觉了。现在呢，我这次一样很用心的，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图片跟音乐跟大家分享，目的要让你知道，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确是十方诸国土啊，无差不现身，不但在地球，不但在新加坡，在华人的世界，以及在无量的虚空啊，观世音菩萨都有无量的功德力的。所以这一幅呢，是善财童子在53参的时候，第27参见到了这个大悲观世音菩萨。当然，能够亲自见到观世音菩萨是很有福报的。我调查一下，请问你在做梦梦过观世音菩萨的佛像或画像的，请举手。哦，对，举高一点了，我没看到。好，很好，手放下。的确，观世音菩萨功德力很大。请问你有在诵经或念佛或打坐的时候，不是睡觉，定中的时候，你见过观世音菩萨的，请举手。很好，这需要更高的功德力。请问呢，你有跟过观世音菩萨3不50呢，跟他讨价还价的，请举手。啊，目前还没有，可能将来会吧。可见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确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益我们，可是我们不一定感觉。就算我们感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功德力还见不到佛菩萨，没关系，慢慢慢慢的努力。可是在华严会上呢，善财童子啊亲自见到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放光为他说法，所以他非常的感动，接下来他就是合掌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所以请看第一页讲义第20行，请你捧着讲义啊，不能的话没关系，心存恭敬心，两句是一个段落，我念一遍，请你跟我念一遍，后面我会详细解释。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各位一般呢最知熟的这个偈颂是什么？普门品。所以我知道你们已经会了，所以我就不用教你们，你们呢也比较熟的是大悲忏里面的观世音菩萨的偈颂，所以今天呢教你的是第一次啊，慢慢来。请合掌，我念一段，两句是一个段落，你跟着我念。念的时候呢，观想观世音菩萨就在你的面前，就像庄严的净明佛学社旁边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光明灯一样。好，观音菩萨在虚空当中放金色的光芒遍照各位一切，请你专心为自己，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国家，为你无量的众生而发愿赞叹观世音菩萨，这是华严经里面的所谓的称赞如来的功德。好，请合掌。南无华严会上婆菩萨，南无华严会上婆菩萨，南无华严会上婆菩萨。言因功成赞大圣智慧深如海，能与一切众生众平等大悲同，
一直同源不久不中中不难解消灭深深同理凡夫大地不为难有能感解于大林大山王见震动菩萨大明文皓月大悲观自在云何我以为烈之于人神的能称赞我闻身诸功德无端无尽大悲门应是法起清净心为辩才理我尽诸于大众归以大勇猛而观察陈阳赞叹妙庄严恭敬之不解卷入大梵王居梵中隐蔽一切诸法天菩萨吉祥妙色身住于众会彼菩萨故事牛牛王妙色龙狼如今居居住广大菩提愿菩提一切诸天者种种花满一眼时真金妙宝观光明净妙国主地为得尊严超世诸装逼流红烧外向明珠金月论定相逢起若虚弥断言真作如初日要心金条色微妙显出身相方光明以泥路皮作响俱能令见者生欢喜妙身种种庄严相如山王摇吹上妙境界一如云不现无边色珍珠三道为角落犹如是妙言身横方金光不照明一如来日有空界三色金妙若金山占卜家华居一白璎珞为岩石龙王环绕身是诸鸠之莲花色如上妙真经披琉璃宝衣为髻大慈为力灵开发诸国天人之所有普方光明文显现如在妙高山相继不与一切与诸归不多的黑色最相继持火渡海彼此行济于种种诸位难中苦所上破
一切功不异，不是诸一为大悲心平等就比众生内妙宝，也是为神主无等莲花之作之百千妙福之所珍重妙理，化作围绕极妙圣光清净色，诸天种种上妙功显功赞他人功德与尊能发清净，以树立一切有无心眷属快乐共欢愉，一切妙皆成满大海龙王诸子功，长居妙智大鸟王不作山桥，受诸苦我有众生如大海与风鼓浪如雪沙，若造魔界与来顿境不及，无所救火与罪相而本诸种种恶，所产之心一念大悲尊如是一经，无有不大事善忘有痛苦，即故有生即可畏，有梵王法所及身种种悉投于彼，苦恼众生等自心一念大悲尊加所解脱苦消除一切苦有安隐乐，人以大悲清净受舍去一念，令于一切难中获得无有安隐乐，我今赞叹人天主最深微的大贤王三度一张经界，诸佛之无涯如大海，调伏众生无界眷离乐，愿情愿与菩萨妙净善一切圣佛皆成就，不与十方诸世界熄灭众生皆见性，速获如来无上甚不愿众生见证的，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陀地耶陀弥利陀佛，毗阿弥利达悉达摩，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多大劫多耶多帝耶陀弥利多佛，毗阿弥利达悉达摩，毗阿弥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智多迦利娑婆诃。
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大戒陀，陀提耶陀毗梨陀摩毗阿弥梨陀悉檀婆毗阿弥梨毗迦兰毗阿弥梨陀毗迦兰陀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好，今天也念得很庄严啊！我先说一下《华严经》的寄诵功德，再念《开经偈》。一般人，我想一生很少会念到这里的经文。除非你参加过80华严或40华严的法会，那经文非常非常的长，也博大精深。那很多人念前面，后面不一定知道，念后面，前面忘光光。所以能够一生读一次华严经或80华严或40华严，那是非常有福报的。因为贤劫千佛出世都会第一步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各位，我们这次感谢主办单位的祈请啊，这一段经文呢，也是我每天用功在念大悲神咒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的，然后就赶快去翻经文啊，我把它 key in 校对，还请一位莲友帮我们加了这个汉语拼音，所以你也可以照这样的修持，你可以念普门品，也可以念华严经观自在章，当然观自在章呢是比较多的经文，你可以念寄诵，你也可以念楞严经耳根圆通章啊，在中国近代佛教里常常被法师推荐的华严三经就是指这三经，所以这功德是很大的。就像各位做晚课的时候念一句寄诵，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你念这个偈颂很虔诚，念三遍的话呢，地狱就裂开了，可以度幽冥界众生。何况说你很虔诚的仰仗华严会上佛菩萨的功德力，也仰仗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力，所以修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请各位可以做参考。接下来我们一起念开经偈，念完以后请关灯。今天我要教四臂观音菩萨的观想，好，请合掌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听好，念这个咒偈颂功德很大，念着华严经观自在章，你就会遇到贤劫千佛。因为贤劫千佛，每一位佛出世都一定会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各位的莲友对于普门品很熟，法华经非常的好，我也来新加坡讲过法华经，各位常常都会问我，师父我很忙要怎么修行，那我这一次呢可以介绍，你就修从第一页念到第七页，念完以后呢三遍往生咒，如果你喜欢念7遍、21遍乃至念108遍都好，念完以后请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至少念1000声再来回向，这是最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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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功课，不能再跟我要 discount 了。接下来今天为了这个讲座我是很用心的准备，所以下面一个呢请翻开第9页，第9页，这一次今天晚上结束的时候会教大家念发愿文，第8页
极乐世界发愿文大家很熟悉，今天我会正式为大家介绍。请看幻灯片，发愿文有两个，一个是极乐净土精简发愿文，这个是出自于普贤行愿品，希望你能够背起来，在临命中断气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念第八页，念三遍，然后华严海会佛菩萨会接放光加持你，极乐世界的莲池海会佛菩萨也会加持你，所以发愿在大乘佛法里是很重要的。第八页请你做个记号，每天晚上再怎么忙再怎么忙，睡觉前五分钟跪在佛堂或自己的佛像，就算没有观想，一切都有佛菩萨，然后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而这一次呢，我很高兴要供养大家的就是观音回向记，请看下面一张，净土中伟大的印光大师，他确定是西方大势至菩萨再来的，所以你看他的相貌活到80岁炯炯有神，那他亲自赞叹观世音菩萨，所以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会带大家念这个观音回向记，也是非常的好，从第9页到第10页。接下来看第11页，很多人发愿都会有，哎呀师父，我家里又有人生病啦，我家人呢，哎，又没工作啦，怎么办呢？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家人，应该想到一切的众生。所以回向的时候，你应该从第9页的总回向。总回向简单的说，就是发愿，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在地藏经里面说，你今天的诵经或是做所有的功德，功德怎么算呢？心量。功德不是你在你捐的钱多少，假如你心量很大又捐很多钱，当然你的功德更大。那请问贫穷的人怎么办？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贫穷的乞丐啊，他没有钱啊，但他的功德很大，为什么？因为他的心量很大，他的真心很大。所以当你家人一个人呢得到忧郁症的，你要想可能全世界忧郁症的人啊也都很可怜啊，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一念的功德心啊就像虚空一样广大。所以关键在你的心量，当然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满你的愿的。好，待会我就会讲一个故事，我家人跟观世音菩萨也非常的有缘，我弟弟发生车祸的时候也是我念大悲神咒跟普门品把他救回来的，是真的，他现在还活着，昨天还送我到机场。所以你要真的相信观世音菩萨。有人就会说，哎呀师父，我又没有看到啊，我怎么相信？可以，那我也教你一个方法，拜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你让我看一次你总可以吧，在梦中让我见到你一次，我定中见过你一次，可以，你也可以拜这个愿。但注意听，拜了愿以后你不要急，你不要呢，好，今天来净明佛学生每天烧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你怎么还没出现呢？明天呢我又来了，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你怎么还出现呢？你的心太急了，你这么急的话是见不到观世音菩萨的，你得心很清净的时候才会见到观世音菩萨。所以第11页我就为了所有的众生编一个个别回向，愿以此修持功德回向某某某，我是，哎，看你姓什么，历代祖先，冤亲债主，那你要加多少的名单就很好，你自己要加都可以。你每个念头呢，观世音菩萨也知道。假如活的人的话，你就念愿消三障诸烦恼这个偈颂；假如他已经往生的话，就请你念愿生西方净土中。那当然，你说师父，我们活的人可不可以念愿生西方净土中呢？当然也可以。因为生跟死啊，其实只是在一念之间而已的，所以今天我也会带大家念印光大师亲自教的观音这个所谓的发愿文。好，请翻开第12页。在没有讲经之前，我要说一些讲经的缘起跟建议，这个不在讲义上，为什么呢？应该留一点东西给你们抄，免得会打瞌睡的。请看幻灯片，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新加坡是2003年，今年第几年呢？各位，
2009，也就是各位都了了6岁，各位都老了，我也老了，对啊，我的头发白发也很多。我可以感受到新加坡的莲友真的非常的有福报，非常的有善根，非常的精进。就像我幻灯片所说的，我也是中国人，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都说什么？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对不对？可是啊，西藏人呢、啊？西藏人说，西藏人呢是呢，猴子跟罗刹女，而且这个罗刹女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在后面《大乘庄严宝王经》经文里面真的有写，观音菩萨为了度西藏人，先化猴王、美猴王，然后呢才生了西藏人。所以西藏人有个谚语说，西藏人心都很急，心量很小，但是猴子很聪明，对不对？中国人呢，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所以中国人有很多的优点嘛，好大喜功，讲气派，很发心。可是中国人脾气不太好、哦、所以可见中国人的嗔心很重，这的确的。所以我看到了佛教徒很真心，那各位莲友你也让我很感动。这次我来新加坡之前呢，我的学生又跟我说，师父你不要忘了你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哦，你该不会想做新加坡的 PR 吧， Permanent Resident？ 我说不会吧、您常常往那里跑，一定有很多国家的众生跟你 complain 的，排都排不到你啊。的确很惭愧，佛菩萨加持，也有马来西亚、香港、德国、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都请我弘法。可是他们都说，新弘师啊，你很偏心啊，你都只去新加坡。哎呀，阿弥陀佛，他还用普贤十大愿礼敬诸佛顶我一句来。哎呀，现在的徒弟真难教，教的他呢还来江师父的义军呢。我要说什么呢？说下面请看幻灯片，各位的莲友真的很虔诚，很恭敬，不管老菩萨、年轻的菩萨，或是小朋友、小菩萨，这是你们的优点。所以佛法在这个国家真的很兴盛，这是你们修来的，我也应该随喜赞叹。第二，华人的佛教徒也都很发心、很护持，受了五戒、八关斋戒，乃至于在家菩萨戒，对于三宝真的很护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有钱没有力也心中呢哎，诵经回向很好。第三，华人的莲友为了利益众生行六度波罗蜜，也很喜欢办教育、文化还有慈善事业。所以坦白说，观音法门你们很多人也很熟，所以我在想，我到底能够供养你什么呢？注意听，我会很用心的供养你很多，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因为我今年出家也21年了，越来越老了。那好，现在请各位深呼吸一下，请坐啊，有些人好像如如不动啊，对，深呼吸一下。好，看下面，那华人的莲友也有很多缺点的。缺点是什么呢？中国的人喜欢修，不太喜欢学，这是很大的问题。哎呀，我现在要修行了，对不对？我就念一个大悲神咒啊，一直念呢、啊。请问，假如我跟你辩论的话，念大悲神咒就是佛教徒吗？那假如念大悲神咒就是佛教徒，那请问一贯道还有道教念得比我们还多、啊、他们也有定中见到观世音菩萨，那请问呢，对不对？拜观世音菩萨就是佛教徒吗？你们四马路观音庙最多人这样拜了，一直拜。我今天也这次也会介绍准提菩萨，因为准提菩萨的确也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现身。但是插播一下，我现在就说，修观音法门呢，念大悲神咒的你要吃素，你才会有感应，因为要大悲清净心。但是假如你的工作
环境或是职业不允许的话，你还一定要碰到酒肉、葱蒜以及很难离开男女的愿望的话，那你应该念准提神咒，这是准提菩萨的愿力。因为众生的愿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因缘也不同，所以中国的人不太喜欢学，尤其是什么大经大论，他不喜欢学。那我反问你一句话，南传佛教讲八正道，第一个正见第一啊，请问你不学佛法，你真的修得上去吗？你真的知道自己修对了吗？为什么刚才我问的时候，有些人举手就见到观世音菩萨，有些人没有？没有的不要气馁，不是说你不好，没有的呢是有跟没有都你是有佛性。我也可以告诉你，我这辈子出家21年了，我也没有见过观世音菩萨，可是我见过地藏菩萨。可是我对观世音菩萨跟西方三圣的愿心从来都不会动摇过。为什么？第一个，你必须学习经论，听闻佛法是很重要。好，各位在座今天全部会来听的人呢，基本上80%也都及格了，但是呢你只听啊，没有去思维。所以在这个讲座里，我也会常常反问很多问题，不是呢来听经都是认为师父讲的都对，都对很好，师父就睡着了，进入睡眠三昧。真的你思维对了吗？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修当然很好，中国人都喜欢修，可是中国人不喜欢复杂，所以中国人喜欢简单快速，还有功德大，哪个功德越大跑得越快，是不是呢？各位，我也是中国人，这一生的我是中国人，前辈子我就不知道了。你想想看，所以可见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简单，为什么呢？跟我们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关系。为什么呢？孔子讲无道一以贯之，中恕而已，整个论语呢就两个字而已，中跟数，好了，我懂了，就不学了。所以中国人呢、对于大经大论，像大智度论，像大般若经，像瑜伽师地论呢，很难普遍弘扬，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啰嗦。这是中国人的，你说优点吗？还是特色呢？那要看你怎么用。所以在没有讲经之前，我先要告诉你，请看第三个。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莲友，很聪明，读了很多经论，在家居士也连我的入菩萨行论全部都读完，来跟我辩论。他说读完以后来跟我辩论，他说师父我请教你，你觉得末法时代这么乱呢、怎么样才能说佛法复兴呢？那我就说，某某居士你既然来问我，你一定有你的高见呐、我来听听你的想法如何。他说我告诉你啊，师父你要 A 这么做这么做，B 那么做那么做， C 这么做这么做。那我说你干脆来出家剃和剃头当和尚最好了。然后他说师父你觉得呢？我说你讲的我都没有反对。他讲什么呢？第一要做教育，二要做文化，第三要做慈善事业，第四要做网路，第五呢要开佛学班，第六要打入文武百官，第七要所谓的银行精英界要有佛学班，第八要进入大专佛学社团，讲的呱啦呱啦很多。然后我问他，那你在做什么？开百货公司吗？开佛教联谊社吗？听好，我不是否定这个，我也是从大专佛学社出来的。大专时代有多少的老师教我们，我们才会听到佛法。我今年出家21年，25年前我第一个念的就是大悲神咒跟心经，念的就是普门品。我要说的是什么？要有真正的正法跟菩提心，才会让佛法兴盛，这是关键。你若没有正知正见，没有清净的菩提心啊，你做的越多福报越大，有时候烦恼是越多的。所以请看幻灯片，你要问我什么样让佛法兴盛呢？我真想供养你们精进的修持与真实的证悟，
才能够让正法真正的兴盛，才能够让正法久住。所以在这次讲座里面呢，我要公开鼓励你们每一位莲友，在你们没有往生之前，请念十万遍大悲神咒，要用功 ，no discount， sorry。你要真正念十万遍大悲神咒，假如求生极乐净土的话，你会上辈往生的。也请你念一千万遍 Om Mani Padme Hum。当然，佛经里面是写三十万遍、一百万遍，但是我觉得现代人呢、很有福报，很聪明，很有创意，但是烦恼也很出众，了解吗？所以希望你真正的修持。多年前呢，我记得是2004还是2005，就有一个莲友真的听我讲经的时候，他真正就把十万遍大悲神咒三年念完了。他真正在定中跟梦中见到千手观音放光为他说法，他真正见到了。所以你要真正的修持跟证悟啊，才会让佛法兴盛。当然要证悟之前，我们要累积很多的功德，你要忏除很多的恶业。所以你今天做义工，你今天布施，你今天出钱，你今天流通法宝，乃至你在厨房里煮饭跟大家结缘都很好，但是要发菩提心，要回向。所以我很真诚地说，精进修持跟真实证悟才知道。所以我现在这一次的讲座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大悲观音菩萨要修慈悲心，我想在座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可是慈悲心有深浅，你真正有了慈悲吗？不太容易。有很多莲友都有，但是有很多莲友遇到境界的时候也会被打败的。所以请看下面。所以这一次呢，我希望呢，在你介绍之前呢，能够呢真正在精进修持上还有佛法证悟上能够真正的真实用功。所以现在我们得来静坐五分钟，请工作人员把中间白色的灯关掉，旁边万佛殿的灯留着，中间我这边请开。怎么静坐呢？注意听，请看莲池海会佛菩萨。下面一张请看，这是我在五台山而拍的花开见佛，也就是说希望帮助大家什么？训练你的念头。很多人不管持咒跟念佛，可是他的念头啊不一定能控制。好，谢谢，这样就可以。所以请你先观想，先第一个身体坐直，我现在讲你就请坐。因为坐直的时候身体会气，让你心定下来，容易比较开悟。第二，请把你的手这样叠起来，这叫禅定印，放在你的肚脐前面，这样就可以了。两个重点，第一背挺直，二手请放在合掌禅定印。然后呢，待会要修什么呢？把你的念头放在肚脐以下的三寸或四指的地方，我们叫丹田，就观想你就坐在大宝莲花里，当下就是极乐世界。这样的训练是很重要的，这样会增强你的念力。好，现在请坐好。眼睛请你打开一半，注意在你肚脐的地方，先不要注意在呼吸，看你的念头。你现在不用念阿弥陀佛，也不用念观世音菩萨，就训练你的念头在你的肚脐。若念头跑掉的时候，请你就拉回来。好，这样静坐三分钟，请开始。
当你的念头有任何妄念的时候，你就像想是大海的波浪一般，你不要理它，不要跟着它，也不要压抑它，就注意在你的丹田，看自己的念头。肩膀请放松，好，眼睛眨一眨，结束了，请开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练习呢？注意听，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尊贵的观世音菩萨遇到了千光王进驻如来，千光王进驻如来教他念大悲神咒，观世音菩萨，尤其当你们呢拜大悲忏，开眼含笑，对不对？南无何来的那多来呀耶，南无阿利耶。明天入场的时候，我会放一片 CD， 啊，是台湾两位老和尚念的大悲神咒，念得非常非常的好。最后一天也会跟大家结缘 CD。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观世音菩萨他是初地欢喜地菩萨，听到他的老师千光王进驻如来教他念南无何来达那多来耶耶的时候，他只念了一遍而已啊，山河大地六遍震动。所有的众生证什么？一果、二果、三四五果，初地、二地、三地，无量的众生发菩提心。那为什么我们念了这么多大悲神咒，只有证水果呢？拜完大悲忏以后，吃完顿饭就回去了。我要说的是什么？差别我们的念力不同。其实这里有很深的用意。一，我们的心很散乱，没有很专注，所以不管你念佛、念咒、听经，你得常常训练把心定下来，以清净心你才能听闻无上的妙法。各位大家很辛苦，全世界每个人都很辛苦，现在做法师也很辛苦，我都了解。当你从早到晚对外要处理这么多事情的时候，你得常常训练你的心静下来。心没有静下来的时候啊，听好，死活的时候匆匆忙忙的，死的时候也不会很安详，因为你的心就像从上游流到中游，流到下游的河流，你要常常练习自己。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先检查一下，钥匙有带吗？门的钥匙有带吗？重要的东西有带吗？不要急，不然一关门，哎呀，我的钥匙在里面，对不对？待会呢上车的时候呢，不小心哎呀手就夹到了，可见什么？ You lost your mind， 你的心不见了。再看一下什么叫心不见了，我这边现在看了，请问这是什么？回答我，茶杯，对不对？对不对？那假如我现在眼睛看着茶杯，我心里想讲完经呢，我搞不好就出去吃榴莲了啊，没有，这开玩笑的。那这样的话你的心就跑掉了。你看我眼睛看着茶杯，可是的我的心这叫跑掉， Your mind is lost。 所以你要训练你的心，心在丹田的时候，注意力在那边的时候，它自然就会在那里。这样是很重要的训练方法。这样子的话注意听，
当你念一遍六字大明咒，我念一遍大悲神咒的时候，你的功德是胜过于别人的，知道吗？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不然你想想看 Om Mani Padme Hum 哪一个人不会念？很多人念，但为什么他的功德力不一样呢？因为念力不同，第一个。第二个，大悲愿心不同。刚才我们讲经讲过，你要想到芸芸的众生，而不是只想到自己一个人或自己的家人。当然你为你的家人祈求，观音菩萨也会满你的愿，但观音菩萨就会说，哎呀，这个小朋友啊，这个佛教徒永远心量就是这么小，学了生生世世的佛法还是心量那么小，只想到自己，所以你的我执就还是很坚固，你没办法突破，所以你的功德力就不够。第一个是念力，第二是你的愿力，第三个是你大悲心的功德力。那当然在十方诸佛里面，功德力最大的是大悲观世音菩萨，所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应该常常念观世音菩萨。所以这几年，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每一次讲座之前，我都会让你静坐五分钟，何况有1000多位的莲友一起静坐，你的心会更清净的，因为我也在这边陪你做。所以你要常常练习这个方法，不但可以用，你在做结愿的时候你也应该练习，对不对？在家里呢，哎，做事情的时候也要练习。举一个例子，老菩萨们或是女众居士在家里都要煮菜，你要切菜，你拿着菜刀，假如你没有注意你的念头，一切啊就切到你的手指，那素菜就变荤菜了，对不对？是不是呢？所以念头很重要。好，接下来请看这次讲座正式介绍。好，我会慢慢讲，前两三天会慢慢，要大概要到第四天跟第五天才会讲到经文，所以希望你有耐性。请看第一张幻灯片，这是我要介绍显密圆融的观音法门。既然叫显密圆融，所以我一定也会介绍金刚乘跟东密。因为大悲观世音菩萨不是只有修大乘，大悲观世音菩萨是南传北传藏传跟一切诸佛的教法他都通达。在我准备后面第二卷跟第三卷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观世音菩萨你知道他怎么度虫吗？他变成蜜蜂跟他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这些众生就去了极乐世界了。他为地狱恶鬼畜生讲什么呢？讲八正道，讲四圣地，在经文里面后面以后会看到。他甚至也为阿修罗王亲自说法，甚至为他受记，将来会成佛。所以可见观世音菩萨利益众生啊，他不是修一个法门，他修无量的法门。希望各位在这次讲座里面呢，听得欢喜，希望生欢喜心，听得跟你不相信的时候，你也要想一想，不要立刻排斥。请看第一章1-1敦煌的壁画，请问观世音菩萨住在哪里呀？各位，观世音菩萨住哪里？我有一个问一个小朋友，我说观世音菩萨住哪里，他说师父，观音菩萨住我家，我家里有佛堂。哼，这个答案不错。请问观世音菩萨住哪里呀？啊，哎，你们都睡着了，还是没有答案？住在你心里，你确定吗？摸摸你的心脏，现在有。